欢迎来到林掌柜频道。今天带大家去吃这个寿司刺身。今集不是介绍元气寿司郎，而是介绍位于大角咀的人气寿司刺身海产专门店。这间店叫做寿司部，在大角咀其实已经开了两间分店，深受街坊欢迎。虽然铺面就不是很大，但称得上是 CP 值最高的隐世小店。你不要这么推这间，因为我之前嗌外卖都嗌了很多转的了，外卖其实都很有水准的。今次得闲就试下它的堂食，同大家实地测试一下。事不宜迟啦，望一望睇下咩食先。呢度咧系自助落单，多达咧200种嘅嘢食俾你选择嘅。你写完之后咧，直接交俾个店员就可以慢慢等食噶啦。因为制作需时咧，大概等15分钟左右咧，你就有嘢食噶啦。但如果大家肚饿嘅话咧，都可以选择雪柜入边嗰啲嘢食嘅。入边咧啲嘢食咧都系啲店员咧每日咧新鲜整嘅，都好新鲜。雪柜啲嘢咧就不定时 refill 嘅，咁就手快有手慢冇噶啦。于是乎咧，我哋喺雪柜攞咗呢个三文鱼拼盘啦，顶住到先嘅。这个寿司拼盘咧都系60蚊嘅啫，包括有3件三文鱼寿司、2件手卷、2件花枝链、1件大子寿司、1件鳗鱼寿司。或者你会问，究竟佢点计钱噶？其实咧，买单嘅时候佢就会盘点翻你拣咗啲咩啦。值得一赞咧，嗰啲 wasabi 酱系自制嘅，唔似坊间一包包嗰啲啦。呢啲 wasabi 酱咧调得好好味。这个系花枝链寿司，无论佢嘅蟹子咧或者三文鱼咧，配埋呢个酱都好好食噶。这个鳗鱼寿司咧，个鳗鱼酱系好野味嘅，同埋面咧都有烧过嘅。至于呢个寿司拼盘嘅其他寿司就唔一一介绍噶啦，有待大家去发掘下佢嘅味道系点样样啊。由于当日咧外卖单比较多，咁今日上送嘅速度咧都尚算都可以嘅。这个就系珍宝三文鱼嘅，我哋仲嗌咗炸软壳蟹手卷、烧鳗鱼玉子手卷，仲有三文鱼珍宝大子手卷嘅。3个人咧，一人一个口味，试下佢系点样噶啦。啱啱摆低呢个咧就系吉列猪扒反卷嘅，个份量都好大嘅 ，total 有8件咁多。我建议咧食呢度咧就人多啲比较好，因为咧可以拣唔同嘅嘢食。share 嚟食咧，一次过食晒佢铺头好多样嘢啊！你见咧眼前每一件嘅出品咧，无论卖相方面啦，或者份量方面咧，都绝不马虎嘅，交足料俾你，睇得出咧厨师对食材咧要求系好高嘅。俾大家近距离欣赏下先，真系咧望到都流晒口水啊！眼前咁多样嘢咧，其实每款低至20多蚊，至到40-50蚊嘅啫，价钱相当优惠啊！这个系盐烧珍宝三文鱼，本身都有啲担心太大块，火炙咧会就会比较难熟啲，但系咧食落咧完全冇呢个问题，照样都系咬两下咧就化咗，三文鱼味都好浓嘅。这个甜虾咧就有15只。每隻咧都唔係話好細只嘅，同埋呢啲蝦味咧都幾甜嘅。呢個咧就係鹽燒珍寶大子啦，佢粒大子咧就好大粒，咁咬落去咧就啲大子都幾甜嘅。呢個係吉列豬扒反卷，吉列豬扒咧係即炸嘅，所以咧超級香脆，豬扒嘅比例就適中啦，就幾好食嘅。呢個係珍寶大子三文魚手卷。值得一讚咧，佢嘅份量係好足咧，你見咧去到尾咧都有啲餡喺度嘅，所以見咧係好抵食。咁大個手卷咧都係30多蚊嘅啫。至於呢個三文魚壽司咧，三文魚都幾大嚿嘅，同埋咧佢啲油脂分布咧都幾平均。这个咧係芝士鰻魚卷 ，total 有8小件啦。佢呢個鰻魚汁加呢個芝士咧，真係好邪惡啊！都几好食嘅呢个，唔知道大家睇完以上嘅介绍，会唔会心喐喐想去试下呢？今集嘅寿司郎介绍就去到呢度，多谢各位收看。